新手也飞刀问情射击游戏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那这一款有一点像是《三国战神》的一款手游，叫《飞刀问情》。啊，它这里面呢，我直接给你们看。哦，它这边可以领一些购买项。我先把免费的元宝领起来哦。你的名字。激励奖励，我直接给你们演示它的玩法好了，然后它的攻略教学给你们参考一下。哎，玩法很简单，好，这边就开始打，来帮你自动战斗。下面就可以放一些技能。打绝！好，这个就是关卡管理教学的部分。然后呢？基本上是这样的。OK，补热场。我要给你看一下主界面。啊！我在强制引导我是怎样？好，那给你看一下这个界面的样子啊，非常的帅啊。其实这部影片主要是给你们看一下它有什么，就是它全图鉴的样子。好，这边叫它全图鉴。这款你们可以参考一下，蛮有趣的，而且你看它有小李飞刀，里面蛮多角色的。然后这个就是，好，基本上是这样，经验头衔心法，我这边可以加好友。